大家好，我是学长，欢迎来到学长开箱的单元。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学长觉得 CP 值很高，而且确实使用上面呢，风味相当不错的一台器材，就是 Star Racer 手压的意式机哈。那手压意式机呢，我们也叫做不插电意式机，它的特征一般就是说，我们可以不用像传统的大型意式机需要吃电啊，或是要吃火啊。那你只要利用热水还有你的手压力呢，你就可以完成一杯 espresso。 但是一直演进到现在呢，以前的不插电意式机呢，可能都有一些功能上面或者风味上面的没有那么完美的地方，但是这一次的 Starresso 呢，算是学长最近使用过觉得相当不错的。那如果你在家里有一台不插电意式机的话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可以做到什么事情，比如说你就可以做出 espresso， 有了 espresso 以后，你就可以做拿铁啊，你可以做卡布啊，你也可以做任何的跟意式咖啡有关系的奶咖也好，或是特调也好，譬如说最近也很流行的是 espresso 加苏打水啊，或者是最近夏天快到了，你可以用冰淇淋加 espresso 做成 affogato， 这些东西呢都是意式的变化型，那也是手冲做不到的吼。所以家里有一个不插电意式机的话，其实是你可以让你的咖啡的品项增加非常的多的，也是学长觉得蛮棒的啦吼。毕竟你不是谁都可以在家里面做你很喜欢的 affogato。 好，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Starresso。 那 Starresso 这次的设计呢蛮有趣的， Starresso 目前已经出第三代了，那手上这就是第三代，一二代呢希望都玩过。那实际上一二代它的 CC 数啊，或者说它的功能性上面呢，确实在第三代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改善，所以呢第三代无论是手感外形或是功能上面都是最好的。好，那可以看到外形上面有点像是一个手榴弹 ，OK， 然后它有两个脚架，其实这次的设计上面还是质感是比较好的 ，OK， 然后这边有个脚架，它可以固定住哈，那打开脚架，然后呢翻开来，这又是萃取的状态，刚刚是收纳的状况哈，那这边有一个盖子哈，你稍微转一转，它就打开了，那你就压的过程之中呢，就可以把手压力灌到你的机身上面，然后进行萃取哈，所以这个部分是用压力来源。那如果你想要收纳的时候，就压上去，转一个顺时钟转就锁起来了。OK， 打开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下半部哈。好，下半部的部分呢，最下面呢这是一个小小的杯子。那原厂是设计说让它可以你在户外想要喝 espresso 的时候不用额外带杯子哈。但是呢，学长还是建议大家哈，毕竟 espresso 嘛，你还是用自己的杯子呢，其实喝起来无论是观感上面或是你在萃取的 CC 数上面都比较好掌握，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使用一个小的玻璃杯子是比较好的。那这个原厂的盖子呢，就当做说你萃取完的时候呢，可能下面会有一点点咖啡液会渗漏的，你就当做下面可以接住一个盖子。然后我可以看一下下半部，好，这边呢转开，这个部分呢就是滤器的部分，滤器的部分我们看一下，它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就是这个滤器的部分里面就放咖啡粉。把它填满以后呢，就完成。然后这个部分呢，它就是一个下半部的一个萃取的装置。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两个口 ，espresso 呢就从这边加压以后出来哈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它除了平常的功能之外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，这边我们可以稍微转开，转到底的时候呢，可以整个打开了哈。你萃取两三次，或是萃取了几次以后，你想要清洁的话是可以打开的。那除了打开可以清洁的功能之外呢，这次的 Starresso 三代还有别的功能，一个就是当你把它转到底的时候呢，这边里面呢里外呢它的是平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呢是高压萃取的状态哦，就等于说你的是做 Espresso 的，你的压力来源是比较足的。那如果呢你轻轻转，好，转到第一个环节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会凸起来。这个时候呢是低压萃取的状态，就等于说这个时候压力呢就很轻，你就可以用这样的压力呢来做类似手冲的浓度哦，手冲或散冲的浓度就是比较清淡一点点哈、哦，所以你可以做两个选择，但整到底就是整个打开清洁了哈、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espresso， 所以我们把它转到底 ，OK， 转到底。那我们待会萃取的时候呢，粉填进去以后，把这个放进去。锁上去以后呢，就完成我们的部分工作了。好，这部分我们放着。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是底座呢有一个过滤片。好，底座有个过滤片哈。好，过滤片的部分，平常呢它的目的呢就是防止我们的细粉会进到我们的机身上面哈，会塞住我们的孔的哈。所以平常呢就把它放进去，塞进去就可以了。啊，压好就好。平常它也不太会掉嘛，要需要清洁的时候拿水冲冲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
下半部的部分。那上半部的部分呢，刚才跟大家讲过，这是压力的来源。我把它转开，转开的部分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像是帮浦一样的东西，如果它平常使用完以后呢，它乱按它会喷水的，所以要注意不要喷到自己。压的过程之中，它就会把压力打到水里面，然后最后呢在我们的粉面上给予压力，然后就可以做出 espresso。 所以这个是一个专利的部分，一个比较特殊的部分。然后呢里面就是水箱，这次水箱蛮大，可以装超过 100cc 的水，所以以你萃取 espresso 来说是完全绰绰有余的。那也是这次第三代呢比较大的改进的部分，就是它水箱的部分是比较大的。 OK， 好，这几个 部分结合在一起呢，就可以做出不错品质的 espresso。 尤其是在做single origin 的 espresso 的部分的能力是特别的强，就是单一产区的 espresso。 当然你要做综合豆或是比较培度比较深的豆，做拿铁或是做卡布也是非常好喝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做 Starresso 三代的萃取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小的杯子，那大约呢我刚才量过了，大约到七分满的时候呢大概就是 60cc， 所以我们今天目标呢就是萃取 60cc。 那我粉呢会用18克到19克，不一定，如果你是比较深培的豆子的话可能17克到18克，如果你是比较浅培的豆子的话18克到19克都是可以的。那我们这个小杯盖呢就当作待会来接水的部分。好，那我们刚开始呢先把我们的滤器先解开来，水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滤器的部分，然后呢把这个拿起来就好了，然后开始磨豆子。那我们今天使用19克，因为我今天使用的是浅培豆子，浅培的巴拿马豆子，如果你要用中深培的话呢可以用17到18，对，19克的浅培豆子。然后使用研磨度呢是哈里欧磨豆机的1，哈里欧磨豆机的1。好，那如果你是用小飞马小富士的话呢你可以用 1.5 左右，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。然后呢我们这边是19克的咖啡豆，那19克咖啡豆，那我们开始要填部分的动作。部分动作呢虽然是会自己使用这个艾乐压的漏斗，然后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用汤匙也没关系，原厂有附一个汤匙，但是我比较喜欢用漏斗的方式，那就是这样，可以看得出来很方便，刚刚好放进去。然后呢怎么样呢，就把粉轻轻的慢慢的倒进去，倒进去以后呢稍微还没抽开之前呢先把它摇平，让它的粉层这边的粉就稍微平一点点，然后呢慢慢的也不用很紧张了，左右摇晃，然后 OK， 然后让慢慢让粉呢均匀的落在你的粉杯里面， OK， 好，这样就快完成了。然后稍微呢你用手也可以，手稍微压一下或者是稍微轻敲一下，让你的粉的部分呢均匀一点。好，如果像这样有点突出的可以用稍微用手抹平一下， OK， 或是压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 Starresso 这一代呢的设计很好的地方就是你其实你不太需要整粉，就你大概一下把它拍平就可以了， OK， 这样拍平就可以了，它的萃取效果是非常的好的，所以你不用紧张说我这是部分要 很复杂，其实不用，就简单的让粉差不多平就好了。然后呢把它放到你的这个上面，记得下面一定要锁紧，就是把它锁进去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基本的准备作业。好，杯子我们放进去，然后呢接下来加热水。我加热水呢都会加大概在这个滤杯大概七分满到八分满，大概是100多cc 的，因为我们待会要萃取 60cc， 所以你的水量稍微多一点点，待会萃取起来会比较平均。然后呢使用的水呢尽量使用接近滚水的98度99度都没关系，因为它毕竟它的机身还是会吸一点热度，所以我们还是用比较高温的水比较好。开始给水，然后刚才给水的时候比较紧张，因为你还没有给压力，下面的粉层呢是不会吃到水的，所以你就可以比较紧张。好，给到七分满， OK， 好，这是99度的水，然后呢把这个转进去，好，转紧，好，转到不能转， OK， 然后就开始给计时，还有压的时候开始记得要计时，然后计时按下去，然后开始压，然后我们大概压15下左右。你压15下呢就是大约你会觉得说你的这个压的变得好紧，代表说你的 OK 现在变很紧了， OK，
变得，就像说里面的水已经吃饱了，然后压完以后呢，再等待大约15秒钟，所以大概压的时候是15秒，然后等待再等15秒，就是全长到30秒的时候呢开始压，然后压的时候呢压30秒完成 60cc 哦。OK， 好，准备了哈，好，开始，一，那可以看哈，我们的浓缩就是随着你压，它就会大量的把 crema 挤出来。然后你也不用压太快的话，你就大约一秒一下，所以你大约30秒的时间呢，你就是压30下左右。那我们大约压一分钟左右把它完成。OK， 好，差不多6分满了。好，现在大概是压了35秒左右。OK， 大概是6分满以后呢，然后呢把这个杯子接住，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 espresso 呢。厚厚的一层 crema， 这么厚一层都是 crema， 我看得很清楚，就完成了。然后是很简单的动作，然后这是浅培的豆子，所以它的上面呢是比较接近黄色的部分。如果你用深培的话，就会是粗红色的。厚厚一层 crema， 很简单就做完了。然后呢，就这样就完成。那如果你要松开它压力的时候，记得特别有点要注意，因为它里面有压力嘛，你刚才打了很多压力进去，所以如果你要松开压力之前，要去清洗之前呢，稍微把这转开。然后呢，慢一点点，把它的压力卸掉，听到声音哈，好，慢一点，好，把压力卸掉以后呢，然后呢就可以正常打开，就不会乱喷了哈，因为它里面毕竟还是有压力的。如果你很粗鲁的一下子全部打开的话呢，就容易有会有水喷出来，它就比较危险一点，这样就完成了。OK， 好，那这是今天的 Espresso 的。Espresso 的萃取，那这样的萃取呢？这样的浓缩，你要加牛奶啊，或者加其他的东西来做，花式咖啡或者意式咖啡都是非常好喝的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 Espresso 三代的示范呢，就已经完成了。那 Espresso 呢，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啊。你想要把下面的压力放低一点点的话，就可以做出防手冲这样的风味哦。你就可以把研磨度稍微调粗一点，然后压的时候呢，水加多一点点呢，你就可以做出。比较接近手冲的浓度。那当然最主要功能做 espresso 的功能呢，我可以看到齁，其实刚刚在萃取过程之中，其实浅培的咖啡豆呢，你在萃取的时候呢，也是会出现很大量的 crema， 所以香气是很足量的。然后呢，另外一点就是关于 Starry 的三代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基本上呢比较不挑磨豆机，就是你的磨豆机的只要可以磨的不要太夸张，只要可以磨比较细一点呢，几乎都可以吃。所以你可能你家里目前在使用的小飞马、小富士啊、Tiamo 啊，或是哈利欧的磨豆机，或是其他的鬼子频道，基本上呢都可以使用到这个研磨度，所以我觉得 CP 值还是算是比较高了。要不然的话呢，你买一个这个还要特别再去买一台新的磨豆机，实在是有一点不划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如果你在家里面想要喝喝看自己家里面做出来的 Espresso 的话呢，还是可以考虑 Starresso， 它是一个 CP 值真的是不错的一个好东西。然后呢，如果你很喜欢喝 SOE， 就是所谓 Single Original 的 Espresso， 就是单一产区的浓缩的话呢，这台机器绝对是可以符合你的需求的哈。其实刚刚我们做的是巴拿马豆子，如果你加牛奶的话，真的会变成像是有点像是水果牛奶一样的调性，其实很好喝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 Starresso 的开箱就到此为止了哈。如果各位有想要什么看其他什么奇怪的器材啊，或者想需要再想的更详细啊，或是刚才说那个额外的功能想要讲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那反正学长就看到大家想要看什么，我就拍什么给大家看。那如果你们想要看其他的不插电的比较，我们也可以来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学长开箱就到此结束了。那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呢，欢迎订阅学长的频道。那我们有更多好看的等着大家喽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